事业就做，大学毕业就先事业，所以呢，伊鼓励这学生哦，我继续读书，安尼就袂降低伊事业率。啊，结果就是浪费资源，浪费财力，家长是艰苦一挂，啊，囡仔是互骗个，去来读什么硕士、博士，就做作用无？无用。你若无专门来研究个。你读研究所，要所做的是后台。到尾，往逼到网络攻击、新闻报道，大家感觉歹势。再因个时段，佫逼个囡仔做道歉，但真是时段替伊道歉。逼到尾，这囡仔家己道歉，下后尾开除啊嘛，后尾下好嘛，我甲嘿，有小查看啦吼，比我早看。这嘛做正合，这是朴素性。你欲，你着朴素地位啦。咱个教育即款乱，即种浪费钱财、浪费资源，嘛浪费社会吼，你国家个活动个成本，即个足破坏。当然，教育是培养高深学术甲专门人才准备。国民政府着继续国民生活培养。地文体地教育天天发展，诶，健全的国民啊！其实咱国民都阿少，应该做在基本有做无变心，反而为着升学、体育、美术、操课拢叫提升，啊，必须啊，老师教育，啊，这科任老师嘛。嘛是个好啊，啊，我着较轻松点好啊，互伊去上。即款个学校个教育变成较即款个扭曲较即款个，即要耐心讲。咱国民道德是安怎个摆较即类，法治观拢无。国民党会使讲半个月，那我认为伊是个月，即是个月。当我互你安尼，社会乱比较普通。啊，你唔捌吼，你咪才好管咧。你若想了，知影想细，你管就歹管咧。即个教育、国民教育、愚民政策，就是一类。像咱国民教育，吼，爱注重道德培养，咱小众。我较早教学时，我那个重视这国民道德。规矩都无啊，因为中国人伊个心态是天天囡仔变变较少，以后甲老师计较，那老师讲好啊，你若甲你管，你无欢喜，规矩我莫插，是来，一直看咧烦恼个，一直也看无讲这上太过这个因素。我当时开教务会议时，校务会议时我讲，你若。咱做老师若无尽职责任，啊，惊讲家长来啰嗦，我爱插伊，啊，摆一寡不良少年的情节发生，像不像是过安怎？这个好好做活动是真，这应该对小学吼、幼稚园就爱开始，人格培养幼稚园的期待。啊，你这若无做，免讲不良少年作死，老师。
以后教了伤痛吼，来管教伤伤严，你若毕业的时候，该舞着，把老师呛声，甚至动脚动手，舞着老师，这款小讲成一个社会，我说你应该教好小学最初的时候。犯人先哦，不要多点犯人意外身心健康的锻炼，甲增进哦，生活必须的知识甲能力。你话咱这方法做无啦？小学开始就准备考试啊，准备考，甲煞考初中，我就是来考初中来考的，未出在高中，高中嘛同款啊。真侪时间拢挪用，吼、哦，啊准备升学。啊，高中的时阵，就是专门为着升学去读书，无的，吼、哦，像阮高中是我班，那是足看的看的。所以像这款的教育，确实伊若做了无好，就是咱背道呢，话了拢萎缩。退步，我这是做比较。就是我简单介绍讲，教育政策，咱若以后准备，咱家己来看的时阵，咱的教育政策变成怎样？一点也不济，太多元了。教育个人能力，甲社会功能爱兼顾。在外化整体教育资源，公立、私立较平衡。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然后分流甲分化吼。幼儿园的教育较重视，但是普遍就有教育范围。咱将来若准咱家执政时，从这幼儿园的教育来谈，因为咱人人际成长的基础。幼儿园的应该，所以这一定要重视啊。咱们实施幼儿园到十二年一贯教育，第二点，教育品质要追求多元，就讲比较较超人、较广度，啊，品质较高。课程较教材的，还有弹性化。因地因效来制，袂当讲，同我说，一路爱做安怎安怎，咱就山地、城市、农村无同款，咱因地无同，因学校环境无同，咱来制，吼、哦，可以自主来发展。莫讲统一些，统统安全。像讲南投个，我也南投犯难。民进党执政，林宗南，竟然当时推出民进党努力，已经争取讲要推出台语吼语言教育，竟然南投犯讲无要死啊！民进党人做决定呢？啊！我遐第一教师过来找我，我甲伊讲，我甲夸张甲时间，结果时间就要到，我甲伊时间是十点，十点半，伊看我去啊，伊迄约个时间我个人啊，真济方面吼，甲约个时间较大个排，我的时间十一点，伊十点半，看我伫遐坐，我来做走。后底副馆长、副馆长，因为阮小弟做县议员，介同台，伊知我兄弟脾气唔好，真好，但是我真正义感，所以惊伊知我当场闹脾气，变咯，带迄个副馆长甲我讲，打都唔捌，迄个教科长、教局长，吼，叫教局长，是我好友，都兼我一届。伊讲那学生啊，惊我改闹鬼，我无咧信任你，我今日问你是讲，你要死无？吼、哦，
伊讲下来是啥物是啥人，这两部经我咪学，别人会骗你，骗我骗你，你安尼公然讲白菜，当然甲老爸，你爸面啊红啊，讲这是四六八七，教经是教学，官员报给你，但老板一升就免出到半升嘞，免出到一升银，会当做的是死，教学政策就是代理教学。到一时到啊，你若袂做，结果因外行呢，咱到阮山地要实施英语教学是上困难的一个所在。伊竟然对三年开始到国校六年，当初要实施这英语教学，英语教学，这就是足困难困难。山地上困难，交通各方面。人才要找拢相当困难，所以会加倍伊困难。安尼讲，伊要实施者将台语教育的经费当作拨到去用，我就要当面来反驳，讲你公然欺骗，政府免错发现拢教育部啦，这二十几落八十分啦。啊，这个钱呢，你摕到，我别个无法度再讲伊，让伊引教，让你甲放开。台语教学必然有公正性爱实施，你就袂当硬挪用这资源，这是霸权。当面了解，含个国民教育部长、教育馆长，再当面了解，七块钱，这500万，我嘛当面闹开。我互你做一摆老师啦，一摆老师500万涨才5万，5万可是。5万块是一年呢，啊，一年5万块，半年吃期25000，可以做4个月，啊，一个月才6000几块，连一点时间都无够，那个钟老师当作啥？这是笑话啊！我们在讲，民进党执政的管治都安尼，不何况讲是国民党执政，你都根本白操。就台湾市了，但是台湾市吴志强伊就歹惨，伊是四月份开始有哦，伊可是按做标，头只期有做，第二期开始就弄标，老师就歹骗人钱，你讲去办，迄个是足看我的，很少，所以以后咱做的时阵，无咧信道些，咱有咱的政策爱重视。来实施。第三种教资源呢，要机会平等，吼，像中国人，因拢专门培养因家己人，照顾因家中国人，啊，咧企业大人，吼，咱所了解，像去参加高考，因用何咧种边缘地区，吼，人数比例，像新疆、蒙古。你看，所在咱日头真少嘛，按那比咧，比起来都，凡是伊种分咧5个人，因来住日头呢，凡是都超过5个人。咱台湾在地8000万，咱分咧人数，台湾人甲中国其他的省份来比，咱是足少的，啊人较侪，叫咱呢，可是，讲现状是非常非常低，安怎讲？我讲到爱个人安做，无你单人出头。我读书的时候，我老师讲，过来我去高考，但我高考真难，咱会当过，但问题呢，单人都困难。我那班外省籍，波折波过了，咱台湾就是用金卡呢，结果呢，咱的生活变较好，调下来无10%，差不多是45%啦。你看差，至少差4-5倍。这只吼，因这机会就无得见，因那种成功大爆，就马上就淹破掉，我手里可平。
但是伊都用可以教民的身份加分，搁加分，安尼补上。伊搁讲到甲你讲啊，真好听。我若无安这么资源的名额，我比讲伊一班，你甲伊叫有五十名，啊，伊就加两加。你五十名，我照叫的，讲的袂输有影。哎，伊外加落去，遐加起来人数袂少呢，有的变成四十趴，甚至搁我捌听讲，有的一班讲超过一半，一班五十名，伊甲叫我二十七个、二十八个，超过一半呢，迄种外加，甲一寡高官啦，哦，甲党的干部啦。拢有安尼带，到现在当然伊嘛去变，看看伊是啥物交平安故事。所以嘛，你哇根据我听讲的资料了解，伊拢无可是伊着交平事件。所以啊，咱着靠靠资源一点计划前进，无就无平等的新鲜资源来国民。对国家的信用都无好，而且现在不是一个国家，国民党来以后一直按统治，啊，可以是中华民国，伊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所以一直把我台湾出头，台湾人较戆，伊才好管，伊先把人发一管了，伊那边修法乱。嘛在好管，这是个人。教书员的分配是公立、私立较严重啦吼，各级爱兼顾啦。主要强调是机会爱稳定平均的吼。个人教书员爱朝向市场导向，咱市场从咱科技方面发展得真好。台湾现在饮食业、农业各方面拢发展啊，世界上是阮排伫真头前。啊，咱即呐有专长的部分，学校呐偏向到一项个有专长的，咱嘛爱因校鼓励奖励去发挥。所以市场有迄个多样。咱就爱调控这市场落去，迄落培养这真个出作用。你头发细节出无用，你浪费。啊，后悔呢？啊，自由化，免死市场人工变固定偌济偌济。你好，安怎培养？啊，需要偌济金融去发展？你可能无共各校无共款。哦，你像你若文啊文化方面呢？伊设备资源可能较少，啊，那科技方面爱较侪，都是个往款吼。啊，但是呢，啊，需要这照顾弱势，啊，鼓励民间来分量较紧。你看，你自国家美国真济校，拢是按高学费。但是呢，伊培养出来真侪相当好，因为伊投资到资本、成本可能真悬，吼、哦。第二个面顶讲，啊，讲到伊都同款，伊投文科个，啊，到时，像讲，有诶无理啊实验啊，跨啊实验，迄毛啊投资成本真悬，吼、哦，一般本来较少吼。哦啊！咱实施多元的教育，加强实施特殊教育，有特别的从这方面，咱选择真好啊！一个培养，啊，你会使特别的，这校专门在咧培养各种体育人才，我选择特殊偏的，哦，咱的话学培养是，比方说，啊，我们这最近这我选择棒球啦。棒球啦，吼、哦，这种偏特殊的、特殊的选手，无经过培养的时阵就是，啊，有到培养的时阵，伊就已经出头。
啊，都看唔是伊个心态，无得人出头，甲你压制，小花四五百万补助，伊都会当达成愿望，伊都唔做咧。像个三号棒球选手，咱真无简单邀请国际上有名在选手在台湾举办一条活动，那伊都唔客气。伊就把我带人出道，所以东北人统治不了，人一定要爱摆清条。因为个可能一定要专业懂，一般平时办正平淡的。定这教的基本法，卖哦，教专门的啊，使用一些法律，卖叫时代行政管理、政治管理来人干涉啊。啊咧，教这个地使用左右左右人的干部啊咧吼。教人专业。甲自主的建立，吼、哦，教好自主性，吼、哦，那意思其他跟人干涉，吼、哦，意思就这
现他现在想法就比我他啊，就是说想他老婆，他老婆一直去这样子。从新高基本理念，新高一直开始建立。他建从新高的阶级，了解阶级在那过程，这个有点差。靠头小的靠严正保级因为遗传使得咱中国到各地区富含的文化环境甲产业资源的建立。第三点，到甲社区建立后呢，校园爱开放，教师含社区文化艺术休闲跳活动强化家庭、学校甲社区教育部，资讯网络教育推广，啊，社区图书馆的建立含活动运动的推广，吼，你嘛，学校爱甲配，社会大学制度化，义工甲社区建立。来建立社区气氛的功能。第四点，我推荐家庭教育，建立正确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推荐弱势族群的家庭教育，重视新住民，甲包括原住民吼，咧家庭教育，啊，营造合适型的家庭，提升家庭的学习空间。第二点，咱加强身心障碍学生的教育，对身心障碍学生爱使回归主流融合教育，提供适性的教育，吼，袂当甲放弃，吼。咱即摆现在国民党所做做调研，一寡经费补助一寡小学学校，招募一寡残障学生。啊，但无实施好好甲因照顾，吼，这是一个。三分。大家有时间对迄个麻烦来看。我们到现在目前，就是以语言教育，咱说了解。咱以后就爱主体化，吼，爱主体化教。你是讲天然系统，天然系统做研究学者，因无设计一套通用、通用原理，吼，这是根据科学来研究，配合。西洋文化，吼，甲这西洋文化的接轨上爱好的，但是真诶，基督教会原来有一套罗马拼音，罗马拼音无改良，不过无改良，都意义，所以说这个改良少，真少。但这是多数基督教，吼，基督天主教徒，吼，但这有上。我三四百，照讲安尼无哩讲几派，啊，就是安尼因呢，搁沿用苏联式的
太低点的，你家己因因诗根本都因起来，你要发的是足困难，伊硬去做出来，啊是中央台了死，啊为什么国民党靠爸做？你想高地落来，高地是民进党时代落去，哦，落去加强配合，啊可以完成的。结果呢，在底信息都有啥？叛逆革命，这就是因个人来做，要甲中国接轨，准备统一国家。所以这讲个是一撮好个，因种这种嘛无好，就算话小所在，拢未去争取，结果人咧拢暴躁咧不作，这真可惜咧。啊！以后都，咱们国民党这个法律观念咪够一定要加强，吼、哦。因个人做事目的就是因变通，啊！因特别培养少，之前讲的吼，这中国人人才，照顾中国人，这嘛是变掌控利益哦。我上重要一点，咱变更这管阿些的啊，伊这是独特个上，伊无互你思辨，无互你有思考、辨别的这能力。安尼时你就变戆戆，伊讲啥就啥，叫你当就当，叫你使就使，人变变。这我来讲哦，我四节时，当时就讲，我唔愿做国民党欺骗到的干部。哦，迄阵啊，我一个在媒体讲狂创，第四代，迄新闻真大，因透明去防火事。第二天派报来甲讲，讲我老孙老板做，迄当时啊，我要做校长啦。用叫八卦一定要干国民党，我怪，用怪安尼无可能。我嘛袂瘾做，连老师嘛袂瘾做了，我死掉了，我理由不是安尼。对，你到我那不爱做，你靠变做是讲话较紧，好做尊重。那我是等，等到办公室，这科长当时关系用科了。这不是很改革，科长虽较长，副校长拜托我老的，伊要来教我，我第一天出来，第二天来，我来，科长教人，还到一百八都准备，那都呢，流失的都解放，安尼都变，变规官呢变重视，规官拢会调调，包括校长调调。校长是受日本教，日本精神，往这边退拢退休咯，伊无管，佮我就是，所以足好个，我好来了解这点嘛，因精神积极，咱变强这款，管哪些嘞，多好嘞，只要培养有思考能力、辨识能力，安尼人做人自主性。这边变多在，侬老化高嘛，所以时间关系，我看你们说这个，就在高级。小马老师，哦，甲咱讲间接有关教育改革的问题，咱拢知影。国民党即块是讲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来个台湾的时，就是用奴化教育，用奴化教育来对待咱这咱的中国台湾人，所以实际咱个。但是真济人哦，真济人咱在做以外，足济人拢我都是好，啊，迄个拢用脚头咧看代志，我用脑筋哦。啊，咱就请大家再多用掌声来感谢大家。请，一起，这里。没想到这个花招。
干嘛要配这个背景？所以你们看到。台湾的第一幕是和翕相吼，安尼才会起来，安尼翕相啦吼。是讲话才翕相吼，像老师讲，等下我做一下，我啊恁恁先看到先啦吼，先来录。哎，不要辛苦啦，哎。老师讲，等下我先讲。你有啥？啊，你有买高铁哦？有人买高铁有买啦？加四个。我们桃园市。你啊四个，啊你啊贵？桃园市。你高雄市？对。啊，恁当中有十几个买高铁？啊，有人在田中服务的无？哎。有没人买票？你要人客，你要人客，更加简单。有人买票就去高铁，高铁的话，高铁车十二个嘛吼。有人会当提供服务，讲载咱十二个同时去高铁的无？高雄高铁，你一个，你八个，你八个，啊？你无做成票，八个出，你要载来讲我啊？啊，另外四个，四个有无？你有坐人无？哦，你有几个？我知道啊，你说这个，你他是在讲究，你交通八通，对，差不多哈。来，请大家注意。
尽量，